哎呀，今天呢没有太阳啊，小海风吹得挺舒服的。但是前两天赶集啊，买这件衣服不舒服，这领子太小了，领子大一点啊，是吧？花了多少钱了？20一件，35两件啊，17.5一件。这说纯棉的 T 恤，纯棉倒是像，就是款式太差了，这个领子都感觉很小，不通风。而且感觉这个也不是很凉快，所以咱们自己给它改造一下啊。十几块钱的衣服你给它改坏了也不心疼，就当抹布用了，对不对？娘，来剪子，我把我衣服改造一下。穿身上改造了？那得脱下来哈。你不脱下咋改造？衣服一下脚着漏怎么整？人体模特。哎呦算了，我去里边，我去车里换。看这衣服多舒服，是不是？我拿剪子，把这个衣服给它改一下。咱们这是真是天然，咱也是有才之人呢，上辈子也是个裁缝。剪哪儿呢？这个行吗？这能搅动吗？快吧，你咋搅啊？哎，我来吧，你给我剪就行了。来，这是我爹脚手的那个，太快了。来，拿个抹布过来，玲玲。我把这块擦一擦，我就在这儿搅吧，这块平乎啊。咱们找这个脚剪衣服的地方怎么样？这里就平整多了吧？哎，领子给它剪一下子哈，咱们剪个时尚的、前卫的。萌萌，你笔拿来呗，我这直接剪。人家裁缝也得有个笔呀、啊，把衣服都脏了。没笔剪它不就那啥了吗？有没有啥笔呢？铅笔行不行？行。有尺吗？那倒是没有哎。这个得剪个小豁。是不是、啊、剪个心形是吧？啊，你得给整个啥东西呢？给我用用手机，把我手机给我来。你的手机啊？哎，啊，中间就中心点呗，大概我给它给开个口，就开到这儿就行了，开到这儿肚脐眼了哈。开肚脐眼，你是有想法的？不合适是吧？开得到肚脐眼了，那你可真是厉害了。是吧？就开手机这么宽就行了呗。大概、就是、多宽呢？哎呀，这贼要多宽呢？就这多，中间脑袋熊脑袋上来。在这儿，中心点是哪呀？是熊脑袋吗？应该是吧，琢磨琢磨，这里是中心点，哎，对不对？画个十字叉，然后这玩意儿你就差不离，你就偏点儿，偏多少？来，再给我个那什么？啥？我也不知道要啥。要啥用吧？给我一个那么宽，大概几厘米的东西。我们是不是有尺子啊？没有尺子，没有尺子，就这样差不多。我估计肯定会画偏，啊，拿块纸壳给我。纸壳也没有。给张纸也纸不行，纸也行。拿你的本吗？英语本不是可以吗？不是本，要张纸，要个，哎，随便什么这么宽的东西找一个。行不行？可以，什么都行。看看岛主这个才华。才华横溢啊，都溢出来了，你管我呢。哎呀，这谁说这个艺多不技什么技多不压身呢？我还有个小剪子，你用不用？哎，这卡片就挺好的嘛，这不是？这卡片没用了是吧？没用了，卡片的一半我感觉就可以，对不对？这卡片放中间嘛，就这活，这卡片这么大活就行了呗，往这一放，是不是？你这个点就给它放在这儿。来了，高级人来教你了。啊、这个点放这儿。放啥点呢？我就搅个活啊，搅个小活，这样凉快凉快。然后等会儿，别动，我先把它画出来，你再动啊。好。还能直画咋的？那肯定直画，别当件啊！我先画完，我先画完。这是当件啊！对，我先画完，你等会儿。中指啊！啊、嗯，我先画完，你再动。我听我告诉你，我画完你再说。我偏了，要不你现在弄，我一会儿整错了。我先画完你再说。我画完又不脚，知道吧？那是啥呀？画个鸡心领吗？啊、画完你再说。你来呀、啊！等会儿你说咋改呀、啊？我画完了，我先就把这裁掉啊！哎，就这块裁掉吗？就把这块裁掉吗？好，画完了。行吗？不能那么裁，拿了。我告诉你啊、哦，我告诉你，你不听，你非得那什么。你说小了呀？这不得从这边顺进来吗？顺到这儿，
啊，顺下来呀？得顺下来的，完等这个片儿啊，那我先这么搅下来嘛，搅完不行再顺嘛。你这个讲法好，万一我失败了，你这顺。你这嘎达不能断了，知道不？这玩意不断，我从这儿搅。这圈不能断。不断能干啥呀？不断这个。我这留个镂空啊，那不成女士的了？等那什么、啊，你这嘎达那嘎达是不是能拆开接的？哎呀，可不费那劲了。不是，拆开十几块钱的机，我妈还给我缝上。就是就过来了，这个条能压过来，知道不？能压过来，能压它过来。那你的大工程呢？太费劲了，不费劲。啥费劲呢你、啊？你这样都得拆，那你怎么也得揍这趟。你得顺下来，这样怎么得做？你要搅，你从这嘎搅行。不搅了，给你吧。哎，咱改咱改吧，我不管了。这个是卡是啥？啥也不是。好了，不行。本来我说自己咔咔搅两剪子弄个活得了，结果我妈一整出裁剪活，这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，果断放弃呀、啊。看看一会儿，等我老娘做件新衣服，我老娘给我做成啥样，我就穿啥样，行不行？好了，看看岛主的衣服已经改好了，勤劳的老娘啊，看到没，这里改成个我需要的这个鸡心领的了。这老娘的手多巧。哎，我看看。哎呀妈，这比你原来不长多了。原来是这样吸在脖子上的、是这样子的，像有人掐着你一样。现在我还要把这脚两个冻住，会不会更凉了？算了吧，不要了吧。不是，我原来有那个衣服了，反正这衣服这个颜色也不太好，混弄混弄，脚两个冻着。乞丐风吗？啊，全是冻。乞丐，那我不穿多好。我觉得行。可以，改得很成功，给我勤劳的老娘点赞。